风力发电机可以为你生产电池。我想你肯定需要至少一台。点击建造按钮，在工业选项中找到风力发电机。耗费金币进行修建，在家园中靠近道路的空地上摆放。等待建筑工人搬运材料进行修建。修建好后，点击建筑模型，激活风力发电机。